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巧克力肥业的孙荣建。首先呢，感谢南方农村报能给我们这么一次机会。在2021年啊，我要感谢所有支持与帮助巧克力品牌的志同道合的伙伴。我还要特别感谢所有参与到颗粒手工肥这个品类中来的农资界的同仁们。2021年已经过去了，在2021年啊，我们经历了农资行业前所未有的限电限产，前所未有的原材料的暴涨，还有我们现在出口行业这个肥料面临的商检的这个业务，这都对我们这个行业有所影响。只有在困难的时候啊，才能检验一个公司的战略是否正确，才能检验一个团队能否打硬仗，才能检验一个品牌的定位是否清晰。2022年，我们巧克力迎来了第10个年头。在2013年的时候，巧克力开辟了肥料行业的新品类颗粒手工肥。在2013年的时候啊，从百度上搜索颗粒手工肥这个词啊，那是零。那如果今天我们在搜索这个词的话，已经到了700多万条信息以上了。这就是我们巧克力品牌为这个品类所做的贡献。到目前为止啊，我们巧克力品牌也出口到46个国家和地区。我们也在让全世界种植者在认可颗粒手工肥，在喜欢颗粒手工肥。我们以后啊，也会继续啊，把我们中国的品牌传播到世界各地。新的一年即将到来，我祝愿屏幕前的朋友们在虎年做虎事，交虎运，虎气冲天，身体猛于虎。好，谢谢大家。